看完最新一期恋综喜欢你我也是四小编心梗了，这是什么抓马走向？果然智者不坠爱河是对的，能让人疯狂的只有爱情。先来说说三人行略显拥挤组吧，张瑞轩老张同学这性格实在是闷，太被动了，跟个棒似的考一考敲打敲打想通了，蚌壳开一开以示欢喜，一旦没人主动搭理了，俩磕一和一梦开始，明明最开始抢手的大男主人设现在快被他玩崩了，得亏张小诗是心理疗愈师，还能理解他拧巴的行为，搁别人早懵逼了。这期不开心了，干脆直接挂脸，影响所有人情绪可不好。再说说三人行男二潘明俊同学，向来乐观开朗，一往无前的大男孩在这一期也遇到坎了。高大帅气的他说自卑是自己的底色，也是成年人的爱情世界，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啊。老张是男嘉宾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了，面对这样的强有力竞争者，偶尔自卑一下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作为三人行的女主张小诗也挺为难的，刚开始她是心仪老张的，主动抛橄榄枝误过偏向主动关心她的潘明俊，可现在年下小潘因为压力退让了，她一边要劝老张你要想开点主动点，另一边又要给小潘打气你很好你勇敢。想问节目组给人开双份儿工资了吗？接下来聊聊小猪和小马这对，这俩更让人心梗，不过还是单方面心疼小猪的观众占大多数。先抛开他们的感情进展，单拎出来与人沟通这块儿，就如同主持人张绍刚说的那样，不是恋人关系就别带入角色，像朋友一样去正常沟通，别居高临下，别有优越感。小编觉得还是观察嘉宾徐阳说的实在，追根究底就是小马对小猪不来电，但凡有一点喜欢，看到那沉甸甸的七封信也不是那个表情。老张、小诗、小潘都是开启过信箱的人，跟小马看信场面对比差别很大，不同于他们三人的细细回味，迟疑反复小马一扫而过，速度快到小编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看完小猪那几封长篇幅的信。目前扩恋门环节算是扩完了，男嘉宾张杨毅正式固定女生，预计应该是告性，看下期预告又是修罗场，看别人恋爱期就是有意思，期待中。